现在我们依照厂商准备的 buffer 进行稀释。那手册告诉我们要取 0.5 的 sample buffer 稀释，加上 4.9 的纯水。好，现在看我们肖同学示范。好，调好 0.5 之后呢，好，把原10倍浓度的 buffer 放回去，我们放在50毫升的离心管上面，已经标好是 sample buffer 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取 4.5 毫升的纯水，我们已经准备好在烧杯里面了。好，取 4.5， 好，所以 0.5 的10倍原液加 4.5， 好，稍后震荡一下，轻微震荡就好，就是我们10倍稀释的 sample buffer。